马斯两个人合伙做生意，这个账目不清怎么办？感觉内耗。马斯发小拉我合伙做公司，想借我的资源把工厂做大，我们出资一样，分红他七我三，但是都是他自己决定，我们有实际权利，还要继续合伙吗？各位，你发现这个和上面道理都一样，能理解吗？道理都一样，一样的什么意思呢？账目不清的话，还有一个是他说了算，你说了不算，没有实际权利。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就一个事儿嘛，利益不一致嘛，是这回事吧？你会发现他就是利益不一致嘛，利益不一致，他的行为就不一致嘛，他就内耗嘛。对吧？然后他说他没有实权，然后还要继续合伙嘛？你看利益不一致，行为就不一致，是这回事吧？说你把所有的事看透，它都一样。那你下面解决的就是如何让利益一致起来。你比如说怀疑账目不清，那你账目透明不就可以了吗？啊，你比如你和他谈，我们俩一块合伙没问题，你负责记账，我负责审计，对吧？这不就简单多了吗？嗯，然后谁出错谁承担责任，能理解了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就想账目清，账目清怎么办呢？就是不能让一个人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，对吧？裁判和运动员本质就是干活的人不能监督，监督的人不能干活。你账目不清要提前说好，就是你记账可以，审计权在我，对吧？这个是很正常嘛，就是你们夫妻俩也要一样这样的事儿。你夫妻俩，你比如一个管钱，能明白吗？一个管钱，一个花钱，一定要这样。你不能说又管钱又花钱，都做就容易吵架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，你看我把我的资源做大，分红一样多，决策都他自己定，没有实际权利，可以合伙吗？这也一样的事。一样的什么事呢？就是第一，该他承担的责任他承担，不该他承担的责任你俩一起承担。如果他非要承担，你就说一个事儿。由此产生的风险你承担，你不能让我承担，能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这不就利益一致了吗？你比如他非要说了算，你又不参与，他又用你的资源，那你假定一下，估计一下你的资源，假设你的资源值2个亿，或值2000万，你或者是一个矿山或一个厂房都可以，那你算算，你要把它出租，租金收益是多少？那你租金收益假设1年1000万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那你就和他谈。我和你合伙，我占70没问题，你说了算，我不说了算。但是前提是什么？我租出去一年就1000万的收益，那好，你一年给我保本收益1000万。啊，那你说你保不了本，保不了本，我先分1000万，为什么？我说了不算，捅了娄子你承担风险，对吧？那你说我挣了钱，挣了钱，咱俩一块再分，就是说白了，你不管怎么，每年先给我分1000万，如果挣了钱，咱俩继续分，如果没挣钱。那你倒贴，把1000万给我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利益的一致的前提必须权利一致。既然我说了不算，那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，你承担风险；我说了不算，我不承担风险。能明白吗？这就是利益要一致。我又扩展一下，利益的一致首先要和权利对应，好吧？结论就一个事儿：你们既然合伙。生意好做，伙计难当，合伙就是很困难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这片土壤就缺少合伙的智慧。你看，我们几千年来一直有一句话：生意好做，伙计难当，没有智慧合伙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就没有智慧订立规则合伙。所以结论，我建议你们好好的把我的课听听。既然你们现在都是老板。把我的人性与管理、股权设计、合伙人设计都看一遍，看一遍之后怎么办？学会合伙。学会合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企业涨，你也涨。你能理解了吗？他涨，你也涨。你比如，你假设你们现在2000万，如果这家企业涨到2个亿，涨到20个亿，你是他的原始股东，你是他的创始人，兄弟，你在社会上的身份有多高啊？如果你不得合伙，你还是就那点钱，你在当地最多一小财主，能听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，学会合伙，跟着公司一起涨。你想想，你要真是21亿企业的创始股东、创始人，这个社会身份是非常厉害的，对吧？你印个名片，至少是他公司的监事长吧，懂吗？所以结论就是，
学会妥协，学会合伙，学会利益对等，学会风险对等，当然背后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。难得有一个成就的机会，我们就要相互成就、妥协、信任，都要有，还有包容对方的成长，允许对方犯错误。好吧，这我就说这一点点，一定要学会珍惜这种成长的机会，一起往前涨，他涨你也涨，教的是不仅仅是股权激励，它底层是人性，底层是人性。然后我让大家追求的是什么？是人权。能明白了吗？人权是人格的前提，是尊严的前提，是人的前提。苦口婆心就这几个字，啊，然后尊重人性，然后这个要这么做。如果再不行，就刚才我说的，你给他足够的空间，你要保底收益，就是他的权利，他承担风险，你陪他成长，最好是你们一块儿，一定要学会磨合，好吧？你看，我们你看家长，你会发现，我们的孩子成长，他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有时候乱搞，有时候找事儿，是吧？有时候让你失望，但是我们父母对孩子都很宽容，一直信任他，让他成长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我们对老婆、夫妻之间，我们对合伙人之间，就没有这么个宽容度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夫妻之间、合伙人之间也要基于足够的宽容，假定对方人是善的，假定对方是优秀的。那你说对方不善不优秀，和对方没关系，和你有关系，能理解吗？你比如你刚才你们把我这些道理全听懂，你就有智慧来驾驭他。就说白了，他想要做坏事，他没空间呐。他没空间，他不就做好了吗？还有一个，你所有的设计都鼓励他在做好事儿，因为他做好事他得到的多，他不就不做坏事了吗？还有一个，我一再说，你只要鼓励他做事儿，他人性他自然会进化的。就像我一直说的，他奶奶的阳光下的事我都做不完，你让我做龌龊的事儿，本人没时间，也没心情，对吧？就这个意思。